4月6号，哈利波特的小说作者 J.K. 罗琳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，他在过去的两个星期经历了所有新冠感染的特征，但没做检测，称目前他已完全康复。他表示是接受了自己身为医生的丈夫 Nelly Mary 的建议，称技术帮了很多忙，并分享了一个医生关于如何缓解呼吸系统症状的建议，称这种技术不需要花任何费用，没有严重副作用，但可以像对我一样给你们很大的帮助。网友看后纷纷留言称，没检测就是新冠，有可能是流感病毒，平安就好，生命是最可贵的东西，我的个神啊，希望疫情早点过去，恭喜康复了，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平安，加油。